来盐城最主要生活在这个地方是在结婚前啊，因为我姐姐嫁到这个地方来，姐姐跟姐夫在这边开了一个眼镜公司，开了很多年了。那因为这个关系，我对这个盐城比较熟悉，所以我结婚以后呢，选择创业也选择盐城区。那我跟我先生比较喜欢看书，所以开漫画是我们的，开漫画店是我们的梦想，所以就开了这家店。哇，它可以转过来变成这样呢？它可以变成这样子。我们这家店在那二十七年了，经历二十七年，所以我们的很多孩子呢是从国中、国小这样看漫画到结婚生子哦，还把他的小孩带来这边看漫画，大概还有留下来十几位哦，就是从小学、国中一直看漫画，青春期看漫画到现在，他们认为看纸本书有那种情感。那我没有收掉这家店，因为是属于我认为是黄昏事业了，那没有收掉它是因为有一份情感在，因为每年的过年。他们都会返乡，都会来跟我们见面，然后来摸摸书。其实他们不会长期在看的，但是如果我把它收掉以后，他们就没有这个一个回忆来追寻这个回忆。所以我跟我先生就确定说啊，不管有没有赚钱啊，还是希望在这个地方继续经营下去，保留这个漫画小说这个文化，让很多人以后呢还想再回来回忆的时候呢，可以寻找他那个回忆啊。我是盐城人啊，在这里已经蛮久了。那我自己从小就是会很喜欢这种老店。那已经在这里，从国中开始就会常常就是来到这边。然后，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因为可以让我放放松，然后可以认识很多人。那我觉得盐城的老店也很棒，因为会觉得说。在盐城区看到很多不一样，就是发展很久的一些店。那这些店其实就是在这个在地的地方，其实给了很多的回忆。对啊，我觉得这是最棒的地方。哎，我现在还有几本？七八本还没有。我祖籍是台北，可是我父亲他的要了归华人了，我都变成郑州华人郎了。我民国六十年那个宝岛老董提拔要我来高雄，开一家分公司这样，开始做个金马。那时候就是刚好缺一个可以负责的人，所以我爸爸就从花莲来高雄，然后就刚好有经历到六零年代，就是盐城区最繁华的时候。那时候的新乐街是你人是走不进去的，就像一般的话，就现在市集在赶市集一样，人挤人。盐城的商人吼，晓得啦，人客来吼，都袂讲唔敢识得人客啦，吼，都会很用关很关心来做个这生意做成，所以人客来感觉来盐城埔做生意吼，来买吼，很他们要的东西吼，容易买得到这样，较紧的买得到吼，所以。因足侪人客人讲，伊包夜看袂惯是来到盐城埔一定爱买有转去安尼，吼，所以咱盐城埔的生意人吼，拢有较有迄耐性吼，对付跟客人打交道安尼吼，所以生意拢可以会做会到安尼啦。
本身我是土生土长的宜兰区人，然后呢，我是第二代，至今我们的店是从妈妈那一代开始的，然后我们的店立足在盐城区将近了40年，目前是第三十七个年。我们的牛肉面特色是我们是使用本地的黄牛肉，我们不采用进口黄牛肉。虽然进口的牛肉它的进价比较低，可是呢，因为我们的黄牛肉有黄牛肉本身的特质，所以一直以来我们坚持使用本地黄牛肉。所以口感，如果你本身对牛肉是比较有挑剔口感的人，是可以吃得出来的。对，那我们坚持使用本地黄牛肉。汤头呢，我们是红烧口味，所以本身都有一点点的辣度。然后呢，如果你吃那个牛肉面，再加上一点点我们特制的牛油，会更加的把牛肉的汤头的辣味香味给带出来。对，那我们的特色是会有一点带辣的红烧牛肉面。之前的客人来吃了，回去告诉他的朋友，然后他们又来观光，像我们就蛮多香港的观光客人过来，蛮合他们的口味的。对，我记得小时候就是人群一直来来往往的，从没中断过。对，然后也常常看到像五福路，以前因为七贤路有个港口，就蛮很常看到很多外国人这样子来来往往的，就感觉蛮新奇的。会没落，我两个印象很深刻，应该是算三个，一个就是地下街大火，然后接下来就是市政府迁移。市政府迁移以后，整个盐城区流动的人口从十几万减少到应该剩个位数了。对，所以可能整个商圈就是有一个蛮大的转变。那接下来的最大的转变应该是捷运施工。对，捷运施工的话，前后大概8年左右的时间，把盐城区最繁荣的大勇路整个商圈都封起来，就是整个商圈都改变了。那我们在地的生意人，就是大家都蛮辛苦的，不是只有我们钟表这个行业，包括新乐街的珠宝钟表，珠宝银楼业也是蛮辛苦的，大家都苦撑。这工地直接做8-9年嘛，我8-9年吼，商圈都客人来这里的那个就少了啦。我少，虽然讲捷运吼开通了，嘛高雄的人吼对捷运的个喏期望吼无介大啦。不过讲出门一定爱坐捷运会较少，拢骑摩托车啦，无塞车的较侪啦。妈妈就会常常说，过了那个五福路桥之后，盐城区就安静了许多，因为人潮那时候就大家都往新爵江那个方向，移动嘛，或者是之后甚至到北高，所以南高这边也是盐城区，这就是一个老社区，年轻人其实不会想到来到这个老社区，那是事后有这个博尔的带起了一些经济效应。
所以人潮才会慢慢的再回复回流到盐城区来。目前留在盐城区基本上都是老店，然后呢，这些老邻居们就因为之前有历经过捷运的一些，因为刚盖捷运的时候，比较社区就比较安静，然后所以经过谢理事长的登高一呼呢，每个邻居就觉得说好，那我们是不是要组成一个协会，然后这个协会可以促销推广盐城区，协会跟市政府也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平台这样子，所以我们很感谢谢总。帮我们带领了这个盐城区的所有店家一起有一个对不管是高雄市或者是其他县市一个推广我们这个社区的一个平台这样子。新盐城上线黄龙协会的历史啊，真的是有点误打误撞啊。当时捷运开挖七年啊，讲一句台语讲，全部拢围围杂杂的哈，啊店面拢糟了了哈。那通车以后，应该这个店面要回来啊，结果没有，店面还是空在那边。那我们的店家就我们的房东就紧张了、啊，所以我们这样说就开始有一个共识会议，开始来说怎么办呢？我们这个捷运开挖以后呢，七年我们就忍受嘛，因为这是公共建设，我们也支持市政府来有这样的建设到我们盐城区来。但是这个开挖以后，已经收工了，已经通车了，但是呢，我们的店家没有回来，我们的空屋率高达50-60%以上。那时候我们就开始组一个协会来跟市政府做一个沟通的平台。那最主要是因为市政府也好意啦，他希望这个地方变成台北的西门町，所以捷运开挖以后呢，他大勇路不是道路了，他大勇路有很多的出口，3号、4号都在大勇路上，他还有通风口也出在也是设在那个大勇路上，还有一些徒步区就把它设立下去了。你去想象哦，那个道路都那个店面都没有开啊，啊店面都没开啊的徒步区，怎么会有人进来呢？所以我们就开始开这个共识会议以后，我们就成立这个协会。啊，当时也不是有我要当理事长，我是希望有一个比较有头有脸的人，就受到市政府重视的人来当我们的理事长。但是那时候大家就认为说，那时候我招总了哈，说身份证啊、照册啊，这应该很多人认识我，说应该我在这个地方也做了20几年了，就请我来当理事长。啊，好嘛，我就接下这个重任。所以我们大勇路第一个阶段就是把它取消徒步区，而且我们取消徒步区不是一次把它取消，哎，我们是假日还是徒步区，就分很多阶段慢慢取消。那我们还开了很多的共识会议，以后呢又喊出333联合招商，就希望说，哎，吸引人家到这个地方来进驻呢，然后呢可以前3个月给他免房租，然后我们也承诺说，即使你生意做得很好，我们3年内也不会给你调涨房租。那我们要做什么产业呢？我要想一想，哎，我们要做一个另类的3C产业，不是那种电子产业，不是3C产品的产业，是说，哎，城市观光啊 ，City Tour 啊 ，CT 啊，那个 C 有一个 C， 然后那个 Communication 啊，通讯，哎，它有一个 C，Creativity 那个文创产业，哎，有个 C， 那我们就喊出333联合招商。啊，很响亮嘛，那很吸引很多媒体来报道，那我们这个地方就的知名度都大增，那就慢慢的有些店家就进驻了。现在我们没什么空屋率了，我们大概空屋率都全部打消掉了。现在最大的空屋就是我们的大兴百货，它去年有受到那个火灾的侵袭，然后它可能会去做整修啦，但是希望它赶快加紧脚步，赶快把那个这栋大家历史上回忆的五站楼的百货公司赶快做来整修，看看能不能风华再现。所以我们现在最大的空屋还是大兴百货公司，希望它能赶快来做修复，然后能重新营业，这是我们最大的期许。胶带残留把它拿掉，然后剩下的我们用橡皮擦把它擦除掉，慢慢擦就可以把它擦干净了。可以擦得很干净哦，哎，就没有了，看还有一点点，哦，
这个就是完全干净的，没有。我们盐城区是一个艺文气息非常浓厚的地方，你看我们有艺文铁三角哦。什么是艺文铁三角？我们有历史博物馆，我们有音乐馆，好、哦，这都是政府的哈、哦。我们还有全国唯一的一个电影馆，艺文很气息很浓厚的。那盐城区这个地方没有特种营业，比较少，就比较少。那它是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那我觉得说越老旧的地方，它重新打造是越新颖的哦。我们盐城区有很多老旧房子都一直在更新，像都花局有一个网面计划，我们新乐街就有做了6件以上。我们也曾经吸引的东京，的东京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来这边，建筑系的教授来这边做参访，我也接待过。他们觉得很稀奇，说：“哎、欸，我们网面计划，你的房子老旧了，我们帮你拉皮，市政府还帮你补助一半的经费，鼓励你来做门面的整修。”所以那时候，哎、欸，东京大学的建筑系的教授觉得这个政策非常好，他来台湾取经，他希望这个能带回去日本，哎、欸，他们的国家也可以来这样弄。所以我们盐城区老旧房子一直在更新，然后闲置空间也就一直在利用。所以未来盐城区是很适合居住的地方，然后它又观光嘛，然后生活水准、生活品，我讲的是生活机能啊、哦，生活机能是非常好的，因为盐城区有非常多传统的行业还是愿意在这个地方继续经营，所以这个别的地方没有的。他就说很多传统的行业呢，你在这边可以买得到、用得到、使用得到，所以盐城区是很适合未来发展。很适合的高级住宅区，我是这么认为啦，是最适合居住的一个地方。提到我过去从事什么样行业来造就我今天要来做这个 社会服务哈，其实我以前的行业是非常跳痛的，我以前是国光小姐，是 在那个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国光号，那种惠国巴士，美国的惠国巴士，那种上面的有一个服务小姐，我们称为国光号小姐，帮人家地铁 开水啦，然后送报纸啊，播报一些路程啊，这是我的工作。那这个工作也做了4年多，也遇过很多的知名人物，那这段的历史回忆也蛮在我的心中也烙下蛮长的一个岁月的痕迹。那有一个杂志也因为我这个行业呢来采访我，他的封面照也用我个人的那种穿着国光号制服的照片，背景是一部国光号，所以这个杂志有一个杂志叫做《识货生活》吧，这个杂志的封面照就是用我当时年轻时代的一个国光号小姐的制服照，在当他们的封面照。我们新盐城商圈这一边都很多在地的，经营很多年了，有时候都是第二代经营的，他们也很对这块土地有很大的情感，希望盐城区不要再弄没下去。所以我们的协会的成员哦，都是年轻人，理事长最老，我最老啊，我们的理事啊，还有我们的街道的服务的理事啊，常务理事都是年轻人，在这边也都是第二代经营的，蛮多的。那希望这个盐城区以后呢，很多人对这个地方呢产生的回忆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解说这段历史。我们怎么让盐城区有成立一个协会，跟市政府有一个沟通的平台，然后创造我们的地标。我们有招财粉红猫哦，很有名的，创造一个地标，那很多游客来这个地方呢，能跟这只猫咪拍照，然后上传到他的 FB， 然后可以打卡，知道我们这个商圈。
就打造一个知名度。那我们办了很多活动，就是要创造知名度。我最会创造话题了。我们创造话题呢，就会吸引很多媒体来采访我们这个商圈。所以，我们这个商圈不仅是高雄市政府经化局辅导的商圈呢、啊，我们还是中央政府经济部商业司辅导的商圈，因为我们有两个自通信来建构，这个是中央政府经济部商业司补助的，所以我们这个商圈其实是有升格的，所以知名度也蛮大的。这位是真心的，和这商圈吼，和伊个啰活化吼，较有人客来吼，我们嘛是还是爱政府吼政策吼帮忙才发到讲，这延城区这个商圈吼，在符合以往的那个核药的那呀，我们也是不无遐简单啦，因为包伊嘛一直留着，而且遐吼。要把慢慢一直老街说，还是要那个要大家哈、哦，延城区的人，还有哈、哦、来延城区照顾延城区的哈、哦，你看到大家哈、哦、爱护这延城区哈、哦，才会有法度渐哈、哦，会看到老街起来安尼啦。好、哦，爱大家拍拼做，才法度哈。那较早阮一句话了，就讲无人客。爱专心苦，有人客爱拍拼苦，爱拍拼做，吼、哦、拍拼做。哦，无人客爱专心苦，人客来爱较紧照顾嘛。哦，人客有来爱专心看人客爱啥物，给客人满意的，吼、哦、满意的购买安尼吼，啊、哦、这是很重要。安尼的做法哦，才法多取得更多人来这里消费安尼啦。因为延城区就是一个老的社区，可是因为最近这几年，因为市政府以及协会的帮助，注入了非常多的年轻的以及新的元素。那我也希望延城区是一直注入新的元素，使延城区越来的繁华，然后年轻人也会常常来这个区块。毕竟我们就是一个老社区这样子。延城商圈是蛮适合居住，然后你而且步调是高雄是算是比较慢的区，而且是治安最好的区，所以我希望说延城商圈能够一直在慢慢回到六零年代，可能期望过大，可是应该还是可以啦，大家努力，因为延城区有很多很吸引人的，譬如说。美食有很多好吃的、好喝的东西，然后好玩的话，可能博尔特区就有一些比较新的活动这样。那到现在博尔，然后到真爱码头这些，景观其实开始慢慢的有一些人潮，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那样子，就是大家有空就会到处乱跑这样子。很多人问我说，我是不是在地的在地人？哦，其实我不是在地人，我的小孩就是。我常常跟人家说，我不是在地人，跟我的囡仔是哦。为什么呢？我的小孩子在那边出生、长大、求学。他现在都二十几岁了，两位都已经大学毕业了。那这样的一个情感，我的小孩子是在地人，我当然就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安居立命一辈子啊。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有不好，我们当然要努力把它弄好一点啊，有一份情感在啊。二十七年了，不算短的岁月，希望延城区能像以前这样子繁华再造这样子。所以我们成立这个协会的宗旨，就是希望延城能再回到以前人潮满满的。